今天跟妈妈视频打电话，路过银行，站在那里了一会儿，妈妈看到了银行保安，然后就说中国的保安怎么那么可怜呢。我冷了一下，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他们身上怎么都不带 AK 呢。我听完笑得不行，我说妈，这里是中国，很安全， AK 用不上。我昨天去了银行了，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视频了，哦，他看到保安了，保安怎么这么没有枪了？我说了，这里是中国。昨天我去银行，然后呢，我妈妈给我视频的，突然一下看到了保安。昨天我去银行，然后给妈妈视频通话了，妈妈看到了一个保安，然后给我说那个保安是真的好可怜呢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那个保安一个给拿走。